2022年6月7日，今仔日是礼拜六吼。啊，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，啊，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，不离个随时的拢有这个低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啦吼。啊，这个山区的部分，我那注意较大的雨势发生的机会。古历加到5月7日，啊，那气温的方面，对北较南温度25度到33度哈，这是咱天气状况，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。好嘞，感谢啊！今麦咧，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，有关同款啦哈。对咱这个台湾的疫情哈，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来加看起来。来今仔日哈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啦哈。有来公布国内新增加68,151名的确诊的病例，分别有啊，这个68,118名本土，另外有33名境外移入，啊，另外个案当中新增加152名死亡，啊，而且呢，啊，这个本土的个案分别吼。破高清的管区有新北、有高雄、有台中啦吼。指挥中心表示，讲今仔日新增加的68,118名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本土病例，有32,043名男性，有36,053名女性，年岁伫未满5岁到90岁以上。个案分布伫新北9,820名，高雄9,657名，台中9,511名，桃园6,926名，台南5,631名，台北5,228名，彰化4,475名，屏东2,737名，新竹1,949名。苗栗1,719名，新竹1,551名，云林1,407名，南投1,308名，宜兰1,212名，嘉义县1,129名，基隆市1,024名，花莲县1,019名，嘉义市738名，台东县672名，平湖县194名，金门县185名，连江县26名啦。指挥中心有来讲，今仔日新增加152名死亡的本土的个案，有87名男性，有65名女性，年岁伫未满5岁到90岁以上。拢是属于啊，这个党都镜头的个案，144名有慢性病。当然，152名当中的71名完全拢无住过无风下。2022年4月29日到6月7日确诊，死亡的时间伫5月18日到6月7日。指挥中心讲，33名境外移入，28名男性。五名女性，年岁伫未满吼5岁到70岁，分别吼啊，伫即个美国啊、泰国啊倒转来诶人啦吼。即听众朋友，即有足侪关系，原本拢伫即个台北诶后边吼。即马刷拢变过台北呢，连即个台南市嘛变过台北。啊，即最主要诶原因，即慢慢上过头惊吓吼，因为即个侪专家指挥中心有咧讲啦吼。讲啦，以北部吼已经拢崩来到吼啊，即、这个10%啊，啊，所以吼，即、这个中南部未来的人口是以一个全部的管区啦吼，的人口数来做，甲做一个吼，做一个迄个啊，算术啦吼。你估计啦，估计出来的算术吼。啊，当然啊，有可能就是讲未来的中部、高南部嘛爱崩加吼十分。迄个10%就对了啦吼，再放人刷安尼就对了。是啊，你啊吼，啊，大家拢听这个数字啊，看这個死亡的案例遐济有吼，哦，这是真正有影。好啦，啊，到数字到指挥中心，大家记者会咧开吼，咱下晡时啊，总是安尼啦吼，那报听众朋友做一个了解啊，这个就做。
个人的方法啦，什么种种家己做好势啦吼，啊尽量来当啦吼，无必要就卖出入迄个人济所在，就是安尼尔，大概当讲安尼啦吼。好来，啊，再咱个继续来个看这个新闻消息哈。来接下来，咱那个看一篇啊，吼比较吼较无同的啦吼。这新闻吼，这更加这是一个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啦吼。这有两篇的吼。嗯。这有当时啊，都足奇怪呢。嘿，靠，人迄个高七啊，高加迄个型的安尼啦吼。嗯。发生伫台中，讲有一名吼偷鸡啦，啊去吼介着一名即、這个查囡仔就对啊，啊讲吼安尼共军装啦吼，安尼共骚扰就对啊啦。嗯。啊是安怎样？我来报一篇，因为今仔日六月初一日，六月嘛，唔是今仔日六月初一，六月初四啊。咱台湾有定修法，针对着迄个跟踪法吼，跟骚法吼。嗯跟踪加骚扰啊，对了，跟踪加骚迄个骚扰的这个法吼，伊六月初一正式吼开始实施了对了啦。啊，你讲台中市有一间园艺公司，一名五十几岁已经结过婚啦，姓黄的头家啦，对今年的二月起吼，就开始传简讯啦，啊，无就敲电话啦，讲吼超过几啊十道，啊，伊伫要来吼。招一个三十几岁阿伯结婚生人的女经理来出来吃饭啦，啉咖啡啦。啊，当然无具体的表达讲对爱无追求的意思，但是乎这个生人的女主所感觉会惊呢，大向着警察来报案。生的查甫人伊咧讲啊，讲吼啊，这个只是单纯想要和这个生人的女主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。啊，这是对方吼想了想侪起啊啦。唔过警察认为讲姓的查甫人，这个典型也不懂追求啦。嗯，因为姓林的女主也无要提出告诉啦。啊，警方只是会当加这名姓黄的查甫人苛刻啊，讲唔通敢拍，即个拍，加这个型的拍，加红惊。嗯，这实在拍，即个说这部算做闹亏啊，你做含万安尼啦吼。敢那两片果的，啊，非常两条条安尼。对啦，嗯。那姓的查甫人，哪个放我我当作无迄回事的话，一再要邀请这名姓林的女主的话就对了啦，应该要如何处理呢？当然台中市啦吼啊，警护幼队的队长吼高嘉勇伊安尼讲，伊讲跟骚法的第五条规定，警方市民各界两年来了，哪个再有甲人军装骚扰啦？被害人会当向法院申请保护令，提出告诉。如果姓林的女主伊若无要提出告诉的话啦，检察官啦、警方原来研究是毋是会当来动用社会特殊维护法的法律来甲处罚啦。警方表示，姓林的这名女主是某一间这个管委会吼，某管委会吼所请的一名经理啦。啊，那这个园艺公司的这个姓黄的头家吼，就专门咧包一寡吼栽树啊、栽花啦、吼、绿化啦、美化的工程，啊，煞吼去实在着这名这个女经理呢。啊，姓黄的查甫人将近四个月来传简讯啦、打电话啦，哦，几啊十通啊，啊，拢用着讲啊来谈公司为理由，要招这名姓林的女主吼出来吃饭、啉咖啡啦。姓林的女主吼回应讲，除了工作的代志啦，其他都卖讲啦。姓林的查甫人唔死心就唔死心呢。警方认为讲姓林的查甫人吼，伊是无跟踪的行为啦。啊，但是吼有联络姓林的女主吼，啊嘛无讲足明显来讲出讲吼，安尼吼对伊有爱慕啦，要甲追求的意思啦。但是伊这个姓林的女主伊的讲法咧，讲讲姓林的查甫人登记借着工作之名啦，不断要甲招啦，啊要啉咖啡要创啥啦，伊讲这个举动已经吼属于不当的追求的骚扰案，唔过女主都唔提出告诉的，只是希望讲警察吼甲苛刻一下安尼啦。台中市警察局副局长呢魏庆贤咧讲，讲国派出所啦，所吼受理的军骚案啦。无论这个案件是不是有刑案，拢会伫30分钟来通报警察局，由这个妇幼队啦吼
动波介入处理啦。嗯，这管这技术吼，咱讲实在吼，是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人咧交切啊，伊开口都无同咧。无啦，你当着这个这蛮无算咧讲交切啊呢，这样咧变叫做交切啦。无啦，我讲交切的方法啦。哦哦哦。啊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交切的方法，为人是讲啊，就是道啊，切啊，人唔差别的，为人了，也动作讲啊，这切啊，就对咱无意思，咱就无说。我都对啊，都会想这时间啦。正常来讲是安尼啦。啊，为人会想讲，有可能对方歹势，咱加少一半道啊，哦，一加嘛三道尔啦。那一半道安尼。啦，一加嘛三道，三道那个少要行，就真正讲啊，人对方就对咱无那无兴趣啊。哦哦。你卖搁底下浪费时间，搁底下吼交流人拢唔好，相公拢唔好。嗯。啊，这唔是啊，卡电话。啊用传简讯、用赖传简讯，讲骨啦十通，啊人都讲呛背啊，佮讲你都拄工课以外啦，其他拢卖啦，都讲背啊，有啦五十几岁当笑咱知影啦，啊但是人女子三十几岁虽然无嫁人啦，五十几岁咧当笑，五十几岁想法咧安较周全啊吧，对啦，应该是安尼个，哦对唔对？五十几岁啊，五十几岁应该是当好大的时阵。等啥讲变啊高七啊年岁啊等好大，但是通常五十几岁人拢已经娶某生囝啦，卖过一套啊。啊，若要用这味，我讲半天啦，直接看要去越南啊店，去酒店舞厅，去种啦，无需要讲吼底下咧压价安尼啦啊。对啦，啊，这个物件男女咧做伙，唔得爱双方面拢有迄个意思，安尼做伙了，唔才趣味对唔对？啊，你变变一寡只有诶无诶，你像今仔日啦。这篇新闻内底嘛，伊讲到就对吼，干那安尼就对啦。对这个立法院通过啦吼，这个跟骚法就是军中骚扰法吼。啊，六月初一正式实施安尼啦，到这个就做啥？到六月初二的暗时啊，初一实施哦，啊到六月初二的暗时啊，两日来啊，全国受理啊，违反着这个军中骚扰的案件，都已经偌济，二十一件了。哦换掉了，啊！这是搁有，这是有通报的，二十一件有啊！我了哈，迄个查囡仔啦，是安那有去报的是有二十一件，啊，其他唔知偌济咧吼。啊，其中十一件咧，甲家暴是有关系就对啦。啊，双方面谈是翁仔某，无就同居人啦，无就男女朋友关系安尼啦。啊，另外有十件叫做不当追求、军装啦、等等的行为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这拢总会说警方会直接来甲做一个处理甲侦办，也是较麻烦的，就是讲。这种到底是我多个神经啊，无安尼吼？你即马报警也好啦，或者是迄，哎，这人到底即靠这个人，即有只讲一个姓张的吼。即个月初一下早时啊，八点到下暗八点啦，硬讲卡这个查囡仔电话卡240几通。这是咧创啥货啊？下早时啊，八点到下暗八点，敢来硬讲卡电话卡240多通电话，安就对啦吼。啊，另外用赖的这个做通讯吼的电话50几通安尼对啦。啊，这个人是啥物人？伊咧小赖的迄个是伊的情妇，就是讲已经离婚啊啦。这篇的案件伊内面咧讲吼，这个查甫人啊，姓张啦，和因某离婚啦。啊，当然离婚就无大社会啊。啊，但是离婚了后的时阵，这个查甫人唔知咧想啥，要搁虾米复合啊？是啦，唔知影啦。想要搁社会安尼啦，大概冒骗出来，算真冒骗出来。听讲咱来囡仔来讲讲的，看囡仔到底是要归向错，归向狗安怎样？我讲过熟悉的。啊，后手吼，七讲八讲吼，就讲到尾啊的时阵，当然就伫厝内讲嘛。讲到尾啊，顺着共拖入去变数，要共吼强奸啦，安怎样安尼啦？啊，有手淫某落去报啊！啊，这篇伊个哦，嘿，听你实在话，我那真复杂啦吼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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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这到底是拢是查囡仔会需要这个跟骚话查甫拢无安尼啊？查甫唔知有啊无吼？唔知有查甫诶，这种跟骚诶无？嘿，好啦，阿生，这个要注意啦吼。这六月初一开始已经迄个那个广告是需要了对啦吼。啊，这个那是讲。你用迄个不同的追求模式啊，讲军装啊，讲骚扰种种的这吼，这拢讲违法啊，这公关力拢会介入就对啦吼，就来说你吼，慢慢咧变变这话无，怕乌就怕乌，啊怕无咱就过来找别人就好啦吼，啊唔慢慢咧，四人交无七人嘛无，对啊，都拢无七人嘛无，啊那是四人交无七人，就是代表讲啊恁都无七大人啦，卖去加一滴价，规矩都安尼想，点到一个人都较清，有，好嘛。
哎，俺不得无登掉，唔知啊！你登掉的人，伊就讲你是歹啥？啊，你袂当讲安尼啊，总是你共做违法的代志，当得对啦。卖违法违法，你若无做违法的，有个人会甲你讲哈。嗯。你若讲今仔日你都无借无拖两个人，啊，你要去交就正常去交。嗯。啊，用迄个君子的风度去共交，较光明正大去共招。嗯。啊，招一刀两刀。那招无行，咱就卖招了，就算了，无需要。迄世间的查某囡仔遐尼济，咁就一定拢招去买嘛。啊，可能你家己根本就无迄个缘嘛，对不对？可能啊，啊，无迄个缘，你何必得安尼讲咩？人讲有缘千里就来相会，啊，无缘面对面佫不相识，你冇看咩啊？吼，啊，好啦，吼，这跟骚话，这我那注意一下啦，吼，啊，这个就做。顶日有看到讲，即个要做啥呢？即个查甫的吼，啊，寻求到即个家暴型的啦，我都看到一篇，还来找跳啊，无咱提起来讲，马注意注意，查甫的讲叫无拍个面嘛，安尼就对啦吼，寻求家暴型的对吼，啊，那安尼啦吼，男女咧做伙熟较开的吼，啊，即个要做啥？咱欢喜做伙就是欢喜做伙嘛。啊，若袂同安就好，卖安尼吼，你还伊啊，伊还伊安尼嘛唔好啦，咁唔加安尼吓，真正较冷静，较冷静的吼。好啦，进广告，下面再个倒转来吼来。我听你说这样哈，讲你家人叫许多餐叫足多啊哈，啊食了，那对你的身体感觉呢？你看唔敢做一个见证哈？好好好，感谢你。我嘛是感觉要甲您做见证。看来哦，非常谢谢你。我当下时哈，好好，迄阵我就是想讲啊，听恁有咧促销嘛，是是，啊我就想讲啊。买一捆头买较侪罐，我惊我无信心嘛。买内面加钱开了，就一定会食嘛。对了对了。我当食吼，刚开始的时阵吼，我的身躯规个拢肿干的呀。好啊，阿姨，安尼身躯都算有毒素啊啦。啊，拢阿妈滚俩。阿妈滚哦。三个月啊。就三个月哦。你所以我拢唔敢无听收音机啊。哦，你肿这久哦。系呀。哦。我就想讲。我最开啊，因为药啊买了，你无食无。啊，你过去皮肤有安怎无？无，拢无安怎。无安怎，可能是体内啦咯。哎，因为我那手术过关啊。买手术过关？嘿嘿。啊，你咧肝脏机能咧代谢无好。可能是会快。嘿，你清血都无不会袂顺。来了就袂啊！啊，我本来就是，之前我妈妈做过见证。嗯嗯嗯。迄嘴，迄口红袂破咧。啊，迄口红就是你啊！迄口红就是你啊！嘿嘿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啊，过来都。就慢慢的，足侪拢有真侪症状啦。进迄个算得讲反应的。哎，反应吼，迄是好转反应无要紧。嘿，啊，咱因为就是有继续咧用啊，到尾就甲咱改善咱胸部啊。你胸部安那？我胸部拢有一个硬块啊。胸部有硬块哦。嘿嘿。啊，你有用检查无？有，我十二年前。嗯嗯。79年的。79年哦。嘿，可能安尼11年前是。哎，11年、12年了，嘿。伊阵去切片检查。哎。阿姨就讲。良性的话、哦，良性，然后良性话袂使真诶吼。啊，毋过是袂疼，啊，毋过你若个摸着会疼，啊，毋过食食诶，啥种，即卖个摸拢无去啊，拢无去啊，拢也袂疼。哦，安尼甲你恭喜。我想，哦，啊，这开拢无去。啊、哎呀，我毋是要食我这個，我是要食看我耳会好无啊？你耳是安怎？我耳吼生老二了，就拢袂好啊。哦，耳朵炎，耳聋啊。哎，耳鸣，吼、哦！我去省立医院、市立医院拢去做过检查。啊，讲安那？伊讲迄提早老化。哎呦，哎呀，提早老化。啊，体内病毒引起啊。哦，病毒引起吼。嘿、啊，你怎么？我食足济，我中医看足济啊。安尼哦。袂好就是袂好。哦。啊，不过到早嘛是还袂好。好，讲阁继续食看。哦，继续去食。啊，不过我足济反应个对啊。足济反应吼。嘿。好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迄阵会烦恼啊。嘿嘿嘿。啊，这食了唔好，吼，开下较侪。开下侪反应哦，对你身体有较侪反应。嘿啊，不过我想讲，听恁讲，你都互我足侪信心嘛。是。足侪，我都较有当遐打电话，甲咱请教来欢乐啊。哎。结果，咱的信心就足有力啦，咱讲的力量。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是啊。哎，谢谢你。啊，食食当这胸脯无去，到尾我就感觉我的皮肤即卖愈来愈好。哦，皮肤都无感慨啦。因为以前拢安尼乌吞啦。安尼哦。啊，人啊。阮的亲戚来看到，拢讲你有没有欢喜啊？哈哈，有啊，所以讲，今麦我就感觉最有信心。好，家己照镜子哈，感觉皮肤亮亮啊。好，安尼吼，家己感觉有出来，啊，佮别人甲你讲吼。无，以前人是讲，
咱哪会目睭，迄皮肤拢吞吞吼，像迄人咁要花起。是啊，之前你的皮肤就出歹啊，对啊。嘿嘿。啊，即马吼，食到这段时间过来，你的皮肤改善过来。伊安那个保养拢无效。嗯，无，之前就是你安那保养拢无效了，对啊。嘿，我就是想讲。安尼吼，安尼无怪啊。好起来，我袂好啊。安尼无怪，无怪你这体内。太反应较济啦。嘿，你的反应较济，无怪咧，甲你处理的时阵哦，你会出现反应出来。我是感觉讲安尼。好啦。想感谢咱讲袂了吼，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咱小人诶，这个心理上这个帮忙足大。咱每一个人吼，上爱欢喜就是讲咱本身皮肤一个水啊，会有光强、光亮了点。迄光亮红看着就对啦，用这个咱家己这個皮肤红看着，哦，你这個面啊，你这個手脚，看遐光啊，迄一种光度，表示你人身体健康。啊，吞吞了点啦吼，表示这人绝对有问题。做清楚了对，迄我光看就知影。哦，人下班啊，见着人哦，看着迄个面哦，足够的表记着。哦，你即马即个皮肤是安那？啊，我你即马食啥？啊，食个皮肤遐水遐好看。啊，那看着朋友讲，哦，你皮肤有问题哦，乌吞哦，带乌吞吞，佮兼带乌乌青乌青哦，这心理上头就要出问题啊。佮无问题啊，差不多要发生啊了对。所以详细的话，即个外观就当表示一个人。一些精气、气神啊，精气神啊，那个对。所以，假如新南公司上面那些是人头壳要讲啊，有够清楚了对。心理上的电脑杂质，有污的物件，表现出来就是伫你的皮肤啦，伫你的身体了对。所以这边来去处理，他都要讲过，讲话嘛的哦。新南公司真正优秀的产品了对，以许多专业的产品为主了对哦。有任何不了解，请你拍电话做详细询问。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，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吼，伊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。听众朋友，咱即马是从内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，咱都加上三款以外，咱赶快有提供真侪精品，要让朋友挑选。买十罐的朋友，你会当甲金吼热天的凉皮一领，六尺半五尺宽。即咱台湾制作的哦，吼，即咱台湾制作。你要金水素品牌啊，白天也袂新鲜，双乳糖果一支嘛用尽。你要甲金水素品牌陶瓷炒锅一支，即拢会用尽。金星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 F 顺件，惠安所喜六千，金立明喜六通，30粒即拢会用尽。咱一道金一行为关键。啊、另外一处呢，个别信山公司产品五罐的朋友，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，咱有提供真侪精品，要来给朋友做挑选吼。咱买啊，这个买五罐的朋友就对了啦吼啊。买五罐的朋友呢，你等下拣吼啊，这个800cc吼啊，这个真空壶一支吼、啊，你等下拣800cc 的真空壶一支啦吼。啊，当然你要甲金白刷完机搁一条，金三米六保温杯一支，你要甲金无环气，或者头毛整一罐，你要金汤王汤泽一盒，金清净海环保洗衫精一包，拢总会当，咱一道金一行为完结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，这支是咱吼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。来接落来，要邀请听众朋友呢，坐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。这是蔡小虎所来演唱《爱情罗丹》。